咁你唔介意讲你系边一范嘅博士啊？我系 Health Studies and Gerontology， 即系健康学。大家可以叫我做詹月或者 Aaron， 咁詹博士就唔需要叫得咁官方啦，朋友嚟嘅啫，大家都系。啊，当然啦，将手上或者皮肤上面嘅细菌洗走咧，坏嘅细菌洗走咧，好重要噶。呢个个个都要注意嘅，有冇疫情你都要注意嘅。但系皮肤亦都系我哋最佳嘅一个保护层嚟嘅。咁佢保護層咧有佢自己嘅作用，所有嘅皮膚上邊咧係有一個自然嘅生物群組嘅。咁呢啲群組咧就我哋叫做共生菌啦。呢啲共生菌咧喺我哋身體嘅各部分都有噶，我哋嘅口有啦，我哋嘅鼻入邊有啦，我哋嘅腸道有啦，我哋嘅陰道有啦，我哋嘅皮膚更加有嘅。佢係殖民咗喺我哋嗰個身體度，佢個功能係好重要噶。保護我哋啦，同埋令到我哋嘅免疫系統咧係識得點樣做嘢嘅，因為細菌咧根本就是我哋嘅軍隊嚟嘅，我哋嘅軍隊咧需要訓練嘅，咁佢先至知道邊啲係敵人要打，邊啲係冇壞嘅人可以留喺度。如果你用一啲消毒性嘅產品嚟到洗個手嘅話咧，令到皮膚咧，咁皮膚上面細菌咧就會俾呢啲消毒嘅產品咧全軍覆滅，你個軍隊咧就死曬嘅。如果你成日都系咁样洗个手嘅话咧，咁你个军队成日都会系被消灭，跟住又要生翻嘅，咁佢冇机会练习咧，佢就唔知道点样嚟到免疫我哋嘅功能。如果样样嘢都反应咧，咁你就变成一个敏感嘅情况啦。咁用咩方法洗手系最好呢？用纯碱。纯碱咧即系咩咧？即系一啲冇经过其他嘅化学制造嘅，佢就系将脂肪嘅油同埋碱液，即系 alkaline。溝埋一齊咧，佢個自然咧就會產生一個化學作用咧，就會變成一個鹼出嚟嘅。呢種嘅鹼咧係最唔傷皮膚，亦都係最有效咁清除有害嘅細菌，亦都冇傷害你自己手上嘅益菌嘅。咁洗手係好簡單嘅，而家個個都識噶啦。用時間係緊要，喐動佢係緊要。咁時間唱兩個生日快樂嘅歌啦，就可以差唔多嘅時間啦。咁手咧就一定要喐動。咁喐動隻手咧，咁啲手上面嘅污糟嘢先至可以洗得到落嚟噶嚇。另外咧，洗手係緊要，但係咧貪靚嘅人咧要記得手指甲更加緊要。好多人咧係冇諗到手指甲藏嘅污糟嘢係最多嘅。你為咗貪靚，指甲留得長長，所以如果你要留指甲嘅話，你揾個刷刷一刷指甲邊，甚至依家咁驚恐嘅就唔好留指甲。咁其他的洗手液咧，佢個唔好處咧，就係因為佢任何嘅液體或者係糊狀嘅嘢咧，佢有一個叫做活性界面劑喺入邊。活性界面劑咧，其實係一種乳化劑嚟噶，任何水同埋油嘅嘢咧，溝唔到嘅。咁如果你想佢溝得埋又潤滑啲咧，就一定要有一個活性界面劑。活性界面劑對油同埋水咧，係都有同樣嘅侵入性嘅功能嘅。咁擺咗喺手嘅皮膚上邊咧，皮膚嘅本身嘅保護膜咧，就會俾呢種嘅活性界面劑咧，就慢慢侵入，一次兩次冇問題，但係長年咁用咧，就會令到皮膚個自然嘅保護膜咧就會消失咗。除咗洗手之外咧，我哋面上嗰幾個窿都好緊要噶。家傳户曉嘅一個講法就係病從口入，其實唔係啱曬嘅，應該係病從鼻入。我哋點樣可以防止細菌停留在鼻道，跟住一直延伸至到去我哋个肺道，有一个更加保险的方法，下一次同佢讲啊。